OK， 看一下，这就是脸暗沉沉的，里面这个黑眼圈很厉害的。对，之前已经治疗好了这里的黑眼圈，就是不做这里的黑眼圈，那么就一直在这里呢用保养。那么人家就会看，为什么你这里有的，为什么你不去改善它，还是怎么样？所以肚子很大了，不过好过之前我真的是70kg 以上，就肚子很大。那么就想到，肚子大影响到健康。那么呢，我就看到我的脚趾甲就好像不对劲了，那么就要改善一下。而且这几天呢，就是特地吃胖自己，真的是很丑。那么要做一些给你们知道这个有多么好。那么呢，不只是这个哦，还有这些啊，都是很棒的，都是很棒的一些科技，对，很棒的科技。那么为什么我要分享这？有些人说我喜欢给外面的人做，就做了整几千块的那种。那么他说最后也说没有效果还是怎么样的。那我就会给你知道，如果你在家里，就用你的早上一段时间和晚上的一段时间来做。那么这个呢，你就不用冲洗，就是说你不用冲洗澡。我的意思说，就在你用这个产品，这个科技。或者是这个，那么呢，你会发觉原来这种呢方式会来得更好、更便宜，something like that. So 这个就是我要给你的一个意见，因为人也会有时候长得会胖，没有腰部啊还是怎么样，你要怎么样去运用？那么我就这样的给你知道我怎么样帮助人家做，或者是我用 Galvanic Spa 来做的时候 ，so。平常我都是会用这个耳朵方面这里先，那么让它的就可以接触我们的整个经络 ，OK， 这样消了它先，后来在这里这样上，这里下到的时候呢，就去到这里的地方 ，OK， 风池位。那么呢，有些人睡眠不好还是怎么样的，那么你就因为我平常都是看那些更加多的那些学习，那么其实。就算你用那个棍啊还是什么去挂啦，也是很不错。但是如果你有一个美容仪器来帮你做的时候，你是否感觉到它比那些用手的来得更快，来得更好像有效果？就好像我之前我做这里，那么呢就可以看到有这个分别，只是短短的时间来做就有分别了。So 这里呢，你用这个地方你这样做，向下，后来呢向这里，因为你不是医师，你又不知道要怎么样做，那么你用的方式就好像那个穴道它怎么样来走的时候，你就应用那个方式，就这样，这里弄了，后来像这里 ，OK， 进到龙肛这里 ，OK， 给它有关联到这个地方，然后来呢，你就把这个部分 ，OK， 那么呢就给它削一下，弄一下，后来像这里。像的这个地方，可能在这边呢，你就揉，好像人不够气 ，OK， 你也是可以揉一揉这个地方。你不需要怎么样厉害啦，那个什么穴道，但是你走的都是跟着经络有关系的 ，OK， 在这里了，后来才排到这个地方，就这样，让它全部的那些龙杠啊，那些污垢啊，那个垃圾全部放在这个地方，或者是放在。这个角落，就大多数我是用头部的呢，就去到这个地方，and then 后来呢，在身体上的就去排去到这个嘎啦呆的地方，然后后来肚子的呢要怎么样呢？就当然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就用我的肥胖的那个身材给你看了，so 在我这里，躲宅是在这个地方，你用你的这个方式来运算 ，OK， 就在这里，后来呢就给它慢慢弄先。后来慢慢，后来打那个时钟去到这里个地方 ，OK， 就是这样旋转先，后来呢才去到这里再旋转，就是你的三个 finger 的地方，就在这个地方，弄了之后，后来呢就在这个地方，就好像时钟这样，才用这种方式 ，OK， 转的时候，后来才这样转了 ，OK， 你没有腰部，要怎么样用有腰呢？就把这里的部分拉到前面。前拉到这里 ，OK， 这里都是污垢的地方，经络污垢的地方在这里，我就会弄，就是这样弄 ，OK， 那么你就有了那个腰，这样做就好像 OK， 做了啊 ，and then 1 2 3 4 5 6 7 8你就做半边先，这里先
就是半边前这个地方 OK， 你做了这里的地方你就打开，你会看到哦，这里有腰了，那个腰是这样的了。所以、后来你就可以拍照给你的你的那些伙伴，那么让你的伙伴也是跟着这个这个做法，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个试验呢开始进行这个 WellSpa， 就是这样做。所以怎么样也是做半边，因为你要给人家看到的那个见证，因为每个人都是要看见证，最主要就是你用多少的时间来弄来做了的时候，你想每个人就会看到原来如此，这个这么棒的呀。所以这样的分享你不知道会觉得可靠吗？